倒是柯市长，我倒是期待他能够更严肃的看这个议题哦，那也要有更有这个同理心了。他例如在 LINE 上面就是转贴，然后说你的论文是假的，那柯文哲回说，那这个事情他的笑笑就好，你觉得笑笑就好？我想这几天这个事情讨论蛮多的了哈，倒是柯市长，我倒是期待他能够更严肃的看这个议题哦，那也要有更有这个同理心了。